现在他的红毯的就是我们亚洲人气巨星苏星宇。我现在是苏星宇的经纪人了，我都快嫁给工作了。你是我请来的，你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。啊！这么早叫我来干嘛？这餐厅今天我包了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苏星宇是现在所有姑娘的梦中情人，你跟他一块工作会不会爱上他？怎么可能？苏星宇这大坏蛋。是啊，你这个人太没有素质了，零分零分。你生病了？切啦！女人第六感最强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最想要的那颗心。我是你的头号粉丝，提醒我爱你。我爱你，苏星宇。Bingo！ 一念之间，你差点毁了他。疯了，外面全是狗仔。如果星宇真的被毁了，真正应该出局的是另有其人。不如我们分手吧。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放弃了？